声音这样。把那个我的右手推出来了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是超级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是有肖像权的。OK， 谢谢你。这公开活动怎么了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香港交代员，谢谢你。香港交代员，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香港交代员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画面过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，我不会找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香港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香港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此。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。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有听过。延平乡。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。第三道。我们这么会卓溪乡。好吗？第四道。大家互相。桃园区。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。桃园区，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。海端乡，第八道卓溪乡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陈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现在，我现在怎么了？你现在如果好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，就算，好吗？喂，你可以到。Thank you.
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是超级棒，好好好。